我不相信邪恶会战胜光明，我不相信台湾人民会被民进党继续欺骗下去。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找回到二三十年前我们台湾人的光荣，找回到台湾人的自豪。野蛮的暴力当年骂国民党，今天立法院只要表决，民进党的野蛮完全不客气。反渗透法行政院版本都没有出来，一读都没有审查，直接抽出进入二读，直接快速表决通过，然后总统下令立法院你要通过。总统能下令立法院吗？所以我们终于发现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没有退路。我不相信邪恶会战胜光明，我不相信台湾人民会被民进党继续欺骗下去。执政拿不出成绩单，抹黑对手，收买媒体，大大的撒钱，将近撒了5000亿政策买票。我不相信这样子的政府可以继续连任。亲爱的好朋友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，找回到二三十年前我们台湾人的光荣，找回到台湾人的自豪。